哦，说到那个女儿好像身体有些状况，会不会没办法去看你演唱会？对啊，因为最近在那个后疫情时代，可是就是有很多那个流感都开始，那我女儿刚好 A 流，那他们在拍戏嘛，所以就是一直在大传染当中，然后就是那个完了变这个，所以我女儿最近我们比较难受的就是因为她流感，所以就尽量不要跟我太接近，怕传染给我，我也很害怕。对，所以跟老公女儿都没有办法讲到话，可以讲话啦，就是要戴口罩打赖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在同一个家还要打赖，哎，我跟你讲哈。我自己都很期待，我自己也很期待，然后就是会有，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是完成了一个梦想，因为这件事就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，那可以在我的演唱会上面呈现给大家，对我来讲我也很谢谢我的团队，因为这件事蛮麻烦的，然后大家都很尽力的把这件事情完成，对，希望能够有很精彩的表演，大家也敬请期待。